先说一下你感觉这个球场怎么样？嗯，我觉得这球还蛮窄的，然后它的地很硬，所以在控制那个球的弹跳其实还蛮困难的。然后，是你第一次打林克斯风格球场吗？对。然后你自己觉得跟就是最挑战的部分，跟这平时在日巡的球场比有什么不同？嗯，其实我觉得它在整个球场都很有挑战性，不管是它的球道，还有它的果岭，还有我觉得它最具挑战性的应该是它的那个沙坑，所以我必须要尽可能的避开沙坑去打这个球场。再说一下，这是你第一次打大满贯赛事，然后对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期望？嗯，其实目前我并没有设定任何的目标，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尽可能的享受这一场比赛，然后专注在每一个杆数上面这样。